摧毁幽能矩阵之后，亚魔就无法把黄金舰队跃成回来保护自己了。我们一定要在他的躯体完全苏醒之前，先下手为强。为了我们的同胞，我们绝不能迟疑。黑暗素体中，你说解哪一关了？这关的吗？我看一下你说什么。等等，最后一关啊，不是这关，是不是？ 停在这边不会有反应吧？如果没有了卡，还剩下什么？剩下鸡腿啊，还有那个面包。今天打完吗？看看进度吧，不一定。如果快结束的话，应该是打得完。 兔兔蜜外套吗？没有，我也好想要，可惜没有。他没有跳舞啊？你说侦测到跳舞的陆战队是不是？那个要用手按吧。 侦测到跳舞的敌方部队，这样用按的才对吧？疯了后。 好，1分钟开打。再给我1分钟。你们看，香蕉是吧？之前不是搞那什么香蕉大帝国吗？我就搞了一个香蕉来。记得你让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将。 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哭。再给我2分钟。Go。 我靠！手电筒啊！亚坦一死，没用的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了若指掌。你已经太迟了。看呐、啊，这就是神的形体。自群星诞生以来。 历经整个循环的至高成果，创造你们的是我，毁灭你们的也是我。看清真相吧，你的族人、你的信念，还有卡拉，全都是谎言。你一无所有。 你错了，我们终于成为自由之身，而你阻止不了我们。小心啊，守生者会全力以赴。
亚蒙的躯体，他利用我们同胞的血肉和虫族主宰的尸体做出了这样的怪物。没错，大主教，感应器显示这副躯壳正在以可怕的速度吸取虚空能量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就连我们最强大的武器也伤不了亚蒙。这些晶体在吸取周遭的生命力，然后产生虚空能量传送给亚蒙的躯体，一定要摧毁它们。晶体周围的地面很不稳定，亚蒙仿佛在转化这个区域，把这里转变成虚空。等等，晶体开启了裂隙，召唤出防御部队。时间紧迫，各位战士准备好你们的刀刃，我们要为艾尔的未来而战。虚空晶体，你融化了眼泪。如果我们想摧毁亚蒙的躯体，必须先毁掉那些虚空晶体。圣堂武士，全力奋战吧。这么老舍，如果我们想摧毁亚蒙的躯体，必须先毁掉那些虚空晶体。虚空会履行我的意志，我要你们死！要你们死！亚蒙不断开启裂隙，召唤出部队来保护晶体。我们应该尽快展开攻击，否则敌人会多到无法应付。那扎卡尔米娜，站着！虚空海绵体。你荣耀了，你荣耀了，我们听起那只是听从你的指示。那扎卡尔，我们要执行官，请下令。那扎卡尔。我就是那条死嘴鱼，我现在充满力量了。谢谢你，九五二七。路过的人，垃圾永远是我们的。哇，路过的人，感谢，感谢你的赞助，谢谢谢谢。这个路过的人上次也路过，希望你可以常常路过，好不？为了荣耀而战，听从。谢谢谢谢。那扎卡尔米娜。请下令，我们要往哪里进攻？战场等待着我们。50块就可以买个卡拉鸡腿堡，你知道吗？别闹了。听从你的指示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还好这个时候的虚空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看我手速改四人口。请下令。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听战旗，我们一定会夺回艾斯。纳扎卡尔米娜，我要请求纳，听从你的指示。我们早已艾尔之光，以荣耀战场之心。干，这光速可以把血补满，真的太强，超强。买大鼠不如买中鼠哦，听从你，因为他们只是包装变大而已。前进，排除万难，破在了临近核心一连接，你必须建。但他后来好像有改，他后来好像有这个问题好像有被改掉，我不确定。我们团结一，请下令。我会打破萨尔纳加的循环。亚坦尼斯，我侦测到有大批虚空部队朝我方星河进军，快准备防御。真的假的？我们要往哪里进攻？你执行，我们请哪里请执行。我就是那条死鳟鱼，我现在充满力量了。谢谢你，九五二七。哇，感谢路过的人。哇，感谢路过的人，这样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个卡拉鸡腿堡套餐哦。
临近核心已连线，不只有一杯大薯，还有绿茶，对，还有卡拉鸡腿堡本身哦。你需要更多高能。卡拉鸡腿堡本人。太奢侈了，这个电法。你需要更多大厨瓦斯。请我们直接一包绿茶。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们听从战场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量词根本就没差，好吧？语言是拿来沟通的工具，不是拿来他们几条几字，好吧？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。我苏醒了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升级完，你需要更多靠腰，他消失了。你把取消，然后要按的时候他消失了。都开玩笑。哎，我看到二矿了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他这种兵应该是没办法清控吧？不确定。升级完。这种可以算重组，也没什么好控。基地正受到攻击。临近核心已连线。大主教，做得好！我的尼拉西姆开始建立据点了。遭遇敌人，臣服吧！我会带来秩序。大主教，我们追踪到多个飞行目标，朝我方星河前进。飞行目标。为弗拉森而战。这应该遇到了。你没有。我遭遇敌人了。
我操，这么痛！摧毁一个虚空晶体，使得其他四个晶体增强了。这艘船舰，我们岛屿二，我们火力相位岛屿，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我们这遭遇敌人，相位我们火力这。我记得这关最麻烦的是那个人类的渡鸦。岛屿二人之光，我们是这三岛。我们影响这三岛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我们遭遇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这关大师成就是干嘛？是不是时限内要过啊？我记得这关大师成就我也是过了一阵子，那个用残酷解的时候过一阵子。摧毁第二个晶体了，我感觉到亚龙的防护变弱了。临近核心已连线。我们火力在岛屿相位，我们这艘船舰将进行复仇。相位，这艘在我们。尼拉辛姆会与你并肩作战。岛屿相岛屿，这在两个的法。你说用残酷吗？你的残，你用残酷解吗？大师成就，你是用残酷解吗？我们遭遇敌人，基地正受到攻击。我们。相位，在岛屿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Paradigm， 临近核心已连线。相位，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这艘船舰，在岛屿，我们在这艘。我们遭遇敌人，我们火力全开。金矿，在岛屿二的激光受到攻击，这次我进化者开始建立据点。大主教，我们会随你一同作战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临近核心一点。让我们从苦痛中解放。岛屿，我们这项目。大主教，黑暗圣堂武士要朝亚蒙进攻了。足够的金矿，接受净化吧。发现裂隙，你一批虚空部队即将现身。发现裂隙，小凤凤就对了。务必小心，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晶体真正。哎呀！
艾尔之光。这次我们遭遇敌人。你没有足够的金矿。Zack, dog, woman, Jake.其实心痛并不完全是因为资源的问题，心痛有个好处是你的人口可以超过200。圣堂武士做得好，第三个晶体在我们面前化为碎片，火力全开。水晶塔，我苏世光，这火向这火，黑暗圣堂武士，解放你们的怒火，攻击！进化者，上吧！进化眼前的敌人，向这火把火力全开，我们跟敌人。相位已经充满完毕，胜券在握，胜券在握，你胆敢命令我？靠腰，我不命令你，你要怎么往前走了？这最好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快点！很厉害吗？大主教，剩下的晶体正在释放出虚空能量，靠近他们会很危险。你胆敢命令我？晶体正受到攻击。这也太烦了吧。我上不了蠢货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亚普拉斯之刃，消灭黑暗之神。蠢货。化者，出动！支援大主教的战士。这个宇宙将获得救赎。侦测到虚空部队，正在标示位置，他们正在朝我们的星河前进。你胆敢！这最好不会浪费我的时间。靠，他不暂停了，那还可以射出来。我们进去，你胆敢？无法执行这个指令，我将荣耀献给达兰。
眼前，拿出全力作战吧。我们就是力量。金矿场已经耗尽，金矿场已经耗尽，感觉完没完呢、啊？我们遭遇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。不是，很厉害吗？金矿场已经耗尽。金矿场已经耗尽。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。能量不足。拉两只上去，一只下去。临近核心已连线。海星核。这嘴。米拉星球会与你并肩作战。战士，燃起你们的刀刃，我们要跟亚蒙开打了。能量不足。我们遭遇。我们合而入。明智的警示。亚蒙的末日近了，塔达利姆，我要黑暗之神血债血偿，别让你们的大领主失望的。亚坦尼斯。成功拿下这三个据点了，现在让我们解决亚蒙吧。蠢货！是我的误会。不错的计划。发生战斗。能量不足。最怕的就是渡鸦那个炸。哇，他从很远地方射进去哦。圣堂武士，释放你们的愤怒吧。没有，他们为了要救队族人呢，他救他队友。我们摧毁亚蒙的躯体了。凯拉克，贝妥星耀石。最后一战就要开始了。哇，亚蒙被射满脸嘞！最后一战。
大主教，你让我的族人感到惊讶，他们不知道圣堂武士这么英勇，有些人还敬佩你们呢。亚拉瑞克，你的族人英勇善战，我很荣幸他们站在我这边。哇，互捧啊！他们欣赏你们信念坚定，并且杀起敌人来毫不手软。要是我们今日获得胜利，他们还会继续站在我这边吗？如果我下令就会，不过互相吹捧，还不到思考未来的时候，眼前最重要的是复仇。是时候了，这是我的最终试炼。这场打完是不是还有终章啊？大主教，你似乎为了牺牲这么多生命而忧虑。怎么可能不忧虑呢？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眼前这个任务，我该如何说服同胞舍弃他们最神圣的东西？你说服了我，没人比我还要尊崇卡拉。那是因为你明白与卡拉连结有多危险。没错，虽然我几乎不记得被附身的感觉，但每次都可怕极了。我只能静静地看着自己被他玩弄在鼓掌之间。孩子被盗账号，我无法想象底下那些同胞受了多少苦，他们一定渴望解脱。他不觉得他这样清爽多了吗？之前顶着头那个那么大的一个发射台啊。大族长，你觉得还有希望吗？有，如果我们成功了，就有机会像夏库拉斯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。我们会保留尼拉西姆的传统，不会让大家遗忘的。迟早会遗忘的，亚坦尼斯，我害怕这些传统会消失，但是接触过塔达利姆跟进化者之后，我明白这是无可避免的。传统习俗必须跟着我们一起改变，总有一天我们也会舍弃暗影之心，就像你们放弃卡拉以及废除阶级制度一样。这是神族融合必须要承担的代价。我也开始这么觉得。亚坦尼斯，跟你相处的这段日子让我深感荣幸。我称你为朋友，不是因为这份记忆，而是因为真正认识了你。无有菲尼克斯，我们的旅程尚未结束。如果我们在今日获得胜利，请记住，我们还肩负着打造全新文明的光荣重担，而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非常期待能助你一臂之力，不过我再也不想被称为菲尼克斯。他叫什么？我很荣幸能决定自己的名字，我要叫做塔兰达。塔兰达，意思是坚强的心灵，很适合你，就这么决定吧。大主教，完成了。萨尔纳加的新钥匙准备好了吗？没错，不过我还是很担心到底能维持多久。眼前我们只能这样做，要有信心，一定来得及说服他们。不论结果如何，就算战死，我们也是以圣堂武士的身份死去。这一点我要感谢你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大主教，能为你效命是我的荣幸。好，没了，好像就这些可以用了。塔兰达。